金色因果记事集身体疾病问题系列，找回掉光的黑发。以下为一位有缘人来信分享，来文照灯。六月上旬，因大量掉发、胸闷及心绞痛，因缘际会下认识了牟尼金舍，自此改变我对人生的态度及看法。刚开始，我只觉得梳头发时头发掉得比平常多，原以为是季节性掉发。后来每次洗头竟是整把整把的头发掉落，吓得我赶快求助医生。西医说是自体免疫系统攻击，中医则说要我修正生活作息。然而不管我吃什么药都无效，因为有形的医生行不通，我自然联想到借由无形的力量来解决。刚开始，我到数年前曾去过的一位通灵者那里请教，他说是我往生的父亲附在我身上，他想要得果位，希望我可以帮助他。由于父亲生前带着病体，所以也连带影响了我的身体。随后做了些仪式，画了些金纸，把父亲带往他想去的地方。该做的都做了，甚至到家附近的大庙去拜拜抽签，每次都是上签，但头发问题未改善，仍然持续大量掉发。某日我躺在沙发上打盹，突然间胸闷脚痛，觉得快昏倒了。我以前从未有过这种情形，因此挂了两次急诊，做了初步检查并无发现异状。后来医生建议我去看身心科，这对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。六月下旬，我前往牟尼金舍求助，佛菩萨开示结果为冲犯丧事及前世重伤一位业主菩萨，要念地藏经、药师经、金刚经三经各119遍，回向给业主菩萨解冤释结。我当下觉得终于找到问题了。就在这一个月左右，我几乎掉光了黑发，仅剩稀疏的白发，从一位浓眉大眼的小姐变成了80岁的老妪模样。每次看到镜中的自己，都觉得快活不下去，真的好痛苦，好痛苦。之前看过佛经，自我了结也会受恶报，我还想，这是什么道理？自杀的人都是很可怜的，为什么还要受恶报呢？但想归想，终究不敢做。佛菩萨给了我一个机会，就是条生路，我必须振作。我重新拿起佛经，奉请业主菩萨来听经后开始念经，先从最长的地藏经开始挑战。由于在念经过程中干扰不断，不时心绞痛，加上看到自己在镜中丑陋的样子，就卯起来念。从一天一遍地藏经到最高纪录一天11遍地藏经，完成地藏经后，接着是念药师经，最后是金刚经。我还曾经一天念到27遍的金刚经。刚开始只想赶快完成经文术回向，于是边念边哭，但哀悼头发的心情居多。但如果掉发是我的业报，我就必须认了。因为是我过去世曾伤害业主菩萨，若是灵界冲犯造成的，我又该找谁要呢？心中有许多的疑问与不甘愿，但挚友告诉我，别再想了，就像一个人走在路上无缘无故被流氓打了，是要报警让警察处理，而不是耍狠把对方再打一顿。佛菩萨就像灵界的公权力，他会帮忙处理的。还劝我不要一直把专注力放在头发上，你会走不出去的。由于要念的经文数很多，我开始把精神放在经文上，念着念着又哭了。这次是被经文感动了。曾闻贪嗔痴是三毒，地藏经是不孝经。经文里提到婆罗门女为救其堕在地狱的母亲，遂卖家宅为母设供修福，并于仙佛塔寺大兴供养，真诚孝心感应到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示现帮助，这是为信而断贪。
要众生布施行善。而药师佛发了十二大愿，除了有愿之外，经文中出现多次的尽信善男子善女人，要众生得尽信，重点在尽，尽信中无贪无嗔无痴，去除三毒，以修福故，尽其寿命，不经苦患。此生我有这么多的苦难，就是累劫累世的贪嗔痴作祟。我会伤害人，不就是起贪念发嗔心所犯下的错吗？《金刚经》中所讲的空性，先去恶，再去善，不住相，没有了痴，没有了念头，没有挂碍，全然的清净，就是空，涅槃的境界，自由自在。我认为这是佛菩萨要我们学习的境界，并非只想天人的福禄寿而已。在掉发及心绞痛期间，如同生死门前晃了一回。有过相同生病经验的众生，可能都愿意拿钱财去交换平安健康吧。从小我与母亲并不亲近，母女情只是淡淡的相处。在念经期间，母亲大概是看我难过及生病无力的样子，所以不反对我念经，还每餐都叫我吃饭，但我们之间没有太多对话。这期间她又犯血尿，我带他上医院检查了几次，并祈求上天庇佑于他，让他健康无烦恼。所幸尿道发炎的情况，吃药就好了。看着他，油然升起感恩之心。某次邻居来聊天的时候，我对着我妈说：“妈，感恩您让我每餐都有饭吃。”她没有说什么，笑一笑，继续聊天。但我知道家人之间没有什么不可原谅的。当完成开示经文数量后，我拉了张椅子请业主菩萨上座。我一跪下立马大哭，真心诚意地向他忏悔，眼泪没有办法停。回想当晚睡觉时，我觉得我的手举了起来，接着觉得身体都快飘起来了。我知道业主菩萨离开了，两天后心绞痛消失了。念经文如同读书，念一遍与念十遍的心得是不一样的。我想佛菩萨的用意是要让行不善者从经文中有所得，经典所在即佛所在，脑识中有佛识，随时修正自己的行为。还债需要诚心，想象念经就像赚钱还债，得空或排空就念，显示有心要赚钱，当赚足了钱要还债，真心诚意一张钞票一张钞票奉上，与把钞票甩向债主，哪一个能展现诚意？这就是忏悔心。之后我再回金舍请示，佛菩萨开示头发会再长出来，现在我能做的就只有等待，用没有过不了的事，只有过不去的心来解释因果，或许有几分道理。这辈子我与母亲会成为家人，应是老天的安排，借此来考验我，修正我的三毒心。然地藏经也说，心如工画师，能画诸世间，五蕴悉从生，无法而不造。并不是每一个被伤害众生的心都能就此过了，当作没这回事。佛菩萨给了我向对方说对不起的机会，真的感恩再感恩。我知道自己累世尚有很多业障待还，尽管河上露珠、天上白云、虫鸣鸟叫和潺潺流水都是我好想亲近的美景，不过我知道接下来清晨陪伴我的仍是低吟的诵经声。自作就得自受，自信就得自度，考不及格就是得念啊。殷殷期许哪天能得清净心，自由自在。分享结束。爱美和注意容貌都是人的天性，尤其女孩子对头发更是宝贝，平常上发廊剪个头发长度可是得一分一毫锱铢比较，生怕剪太短剪丑了，剪掉的可接不回去，哪能不计较。
如今宝贝的头发竟然整把整把掉落，同为女人的小编对有缘人的痛苦心情格外能感同身受。关于请示完人被干扰的情况，金舍现场常有人询问，在此小编要给大家一个正确的观念，并不是您请示完或您已在念经就不会被业主菩萨干扰。灵和人是一样的，他们也有爱与恨，今天他们愿意出来跟您和解，是看在佛面上还有佛菩萨的道德劝说。虽然他们已经和您谈好和解经文书，但他内心还是恨啊。此时的恨就是表现在干扰上，如果您有上述状况，或者念经时就想睡觉，放下经典精神又来了，还是心就是定不下来坐不住等等，建议您加强忏悔，而且请您发自内心深处忏悔，如此更能得到业主菩萨的共鸣。您无法要求业主菩萨完全不干扰，您只能请他们尽量不要干扰，毕竟决定怎么做还是他们说了算。但能确定的是，一旦您累积了灵界偿债信用，许多业主菩萨在请示后便不再干扰，确实是真的。金舍这几年来，许多有缘人都曾在文章中分享，在他们请示完夜里，业主菩萨就立刻不干扰的感应案例。然而换个角度想想，如果业主菩萨的适时提醒确实能让您精进念经还债，如文中由于在念经的过程中干扰不断，不时的心绞痛，再加上看到镜中自己丑陋的样子就卯起来念，从一天一遍地藏经到最高一天十一遍地藏经，当完成地藏经后，接着是药师经，最后是金刚经，曾一天念到27遍的金刚经，干扰又何尝不是逆增上缘。人都是需要被逼的，有缘人从一天一遍地藏经到最高纪录一天11遍地藏经，被逼到绝境所爆发出来的潜力真是惊人。与其对业主菩萨的干扰感到哀怨，希望业主菩萨不要来干扰，倒不如认清事实，积极念经还债才是根本。肉体上的病痛需要靠医生治疗，灵界的事就需要佛菩萨帮忙了。如果连专业的医生都无法找出肉体确切病因，您真得考虑其他出路。此时不是路已走到尽头，而是该转弯了。佛菩萨给了我一个机会，就是条生路，我必须振作。有缘来到金舍请示的人都具有大善因缘，佛是大医王，能医灵病也能医心病，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困境而想不开。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求并不是您对佛菩萨奉上几样水果，或者您对佛菩萨磕几个响头就能满您所愿，求是靠您发自内心深处忏悔过去因为无明对众生所造成的伤害，如今果报现前，您甘心领受。当您内心有了宁愿自己受到伤害也要利益过去被我伤害的人的领悟，实际上祸已远离您，因此时的您已体会到慈悲心的真谛，这才是忏悔的最高境界。金刚经中所讲的是空性，先去恶再去善，不住相，没有了痴，没有了念头，没有挂碍，全然的清净就是空，涅槃的境界自由自在。我认为这是佛菩萨要我们学习而达到的境界，并非只想天人的福禄寿而已。念经文如同读书，念一遍与念十遍的心得是不一样的。我想佛菩萨的用意是要让行不善者从经文中有所得，经典所在即佛所在，脑识中有佛识，随时修正自己的行为。读经千遍，其义自现。当您日日接触经典，您真能从经典中得到心得。有缘人从最开始为头发而念经，到最后面从经典中领略佛陀要说的意境，这就是常听到的
念经能开智慧，此法无可说，只能靠您自己来体悟。人们常说，修佛就是修心，学佛就是学做人。那么我们要修什么心呢？要修出离心，修慈悲心，修菩提心，修平常心，修精进心，修布施心，修忍辱心等等。我们学习的榜样就是佛菩萨，佛菩萨怎么做，我们就跟随他们怎么做，这样才能最终成就完美的人格，才能真正改变自己的命运。引用结束。我们累劫习气深厚，众生都是随顺着贪嗔痴造作无边恶业，建议您保持日日念经不间断，借由经典随时将自己的攀缘心拉回来，以经为师，以戒为师，期许自己有天能得清净心，自由自在。最后，诚挚邀请您一起徜徉经典中的世界。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。摩尼经释，经由南海普陀山观世音菩萨大士亲自指点，是一门实际的修行法门，借由实际解决众生累劫累世因果业障问题，治因果病，而将佛法落实到家庭生活中，普度慈航。我们不接受供养，不收钱，不推销，不强迫修行，只求能结善缘，解决您的问题。我们专解因果事件、因果问题，治因果病。无论感情、婚姻、家庭、事业、家族、身体、户籍、学业等问题，均能请示。有医生看到没医生，有神问到没神者，不妨一试。因为经社义工分别住在不同县市，且平日各有工作，只有星期天早上才开办祭祀。现场请示：台湾彰化县西周乡朝阳村陆军路一段271号。